睇住，冲埋去，转，你系过我噶嘛要？你有过我嘅动作嘛？你冇啊，就咁你就咁转身飞啊 way 啊！啱啱你呢个动作系咁嘅，你啱啱系咁嘅，咁样因为你冇过我嘛。好啦，上次啱啱讲完啦，我话而家现代嘅中锋啦，通常企嘅位置会比较高嘅，会去到呢一区罚球线嘅区域嘅。咁上次都提到啦，当我哋接波嘅时候咧，我哋需要跟住个波做一个跳步去转身嘅。咁多咗呢个步伐之后咧，你就会衍生咗好多唔同嘅进攻选择啦。因为你会由被防守者被动抹住嘅角色，变成一个主动去進攻的角色啦，所以我哋接下來咧就講咧，我哋轉身之後，我哋加咗呢個步伐之後，可以有啲乜嘢類型嘅進攻步伐選擇啊？第一，當我係中鋒，當阿 CM 喺呢個高位，我哋中鋒走埋去接波嘅時候，轉身 side step， 然後直接射波。呢個我覺得是很好用，你啱啱已經見啦 ，Matthew 都已經俾我擺脱咗啦。再睇多次啊，我哋走埋去拉後 side step， 然後射波，明唔明白？睇多次個動作，喺我哋走埋去嘅時候，接波嗰一剎那，你必須要先停低，然後腳向後拉，走埋去腳向後拉 side step， 再睇多次，走埋去。转 side step 射波，咁你就可以活用到咧，你呢个转身之后，佢会向后缩嘅防守慣性啦，記住防守者係會咁啊，你見啦 ，Wickens 都係會咁嘅，不過佢嗰個就運球板啦，大波轉彈後，然後射波。明唔明？佢嗰個就係大波版，我哋咧可以做一個接波嘅版本，接拉後 side step， 然後射波。明唔明白？阿 Matthew 試下咯。好啦，試下啦 ，Matthew， 先喺嗱，我哋跟住罰球線跑埋去先。係啦，波。嗱，記住啊，我哋咧只腳咧接近係咧用個後踭踢後嘅，你先會拉得後。所以記住，我哋跑埋去嘅時候，先壓低個人，接拉後。睇多次啊，接拉後，然後再 side step， 係啦 ，good。準備，其實半轉身嚟噶，都係 go， 跑埋去，腳踭拉後。冇 side step 啊，要 side step 翻，再嚟個，嚟跑埋去，輕輕跑埋去，跑埋去，轉，係啦 ，good try。嗱，佢呢今次咧，佢會做得好咗嘅，因為咧，佢除咗腳踢之餘咧，個波都有向後收嘅。記住，我哋接波向後收 ，side step， 然後再射，明唔明白？向後收，呢度一齊向後。然後我哋一齊向後嘅同時轉身，再 side step 出嚟 ，OK， 準備收後，係啦 ，good try， 係啦，少少推啊，不過呢球射波啊，再嚟 ，good try， 再嚟啊，跑埋去，停，你跑埋去嘅時候唔會唔舉手噶嘛，你做呢個練習，嗱，你記住你嘅隊友有兩個傳波 option， 可以傳你呢隻手，可以傳你呢隻手，你要限制住佢，一定要傳呢隻手，你舉呢隻手 ，go。我跟住你啦，系啦，哇亂嚟啦，再嚟個啊，系高跑埋去，跟住系啦，又推啊變咗，記住做好個動作，我哋唔使快嘅，
基本上呢個動作咧，你唔係好使快噶，因為咧敵人其實咧你咁樣走咧，佢一般都會跟住你嘅。係啊，當你一見你轉身，我會向後褪嘅。係啦，然後你就射波，清唔清楚？再嚟，我哋做得明確少少，慢少少去做每一個動作。第一，唔係見到個波你先停嘅，你已經預計自己喺呢度接波，你提前可以收慢咗個動作先。所以接波嗰下你要直接拉後噶啦。你啱啱做唔到亂咗，就因為你一路仲係向緊前，你拉唔到後。再嚟啊，跑好停啊，拉後 side step， 記住拉後，我哋係轉身進攻再 side step 啊，記住停啊，拉後 side step， 明唔明白？記住呢一樣嘢，好唔好？拉後轉身，然後 side step。係啊 ，good， 拉後，係啦 ，good try， 唔好推啊，個波又亂射啊，再嚟個波，跑埋去，係拉後，係左手拍波會比較好啊，記住係左手拍波，就算你唔係左手拍波，你用右手拍波，拉後其實你都應該係左手接翻個波嘅，記住啊，準備 ，go， 停，挨，係啦。轉身啊，轉身，我冇乜覺得你有轉身嘅動作，我有機會跟你出去呢球，記住係啦，拉後轉，係 good， 推啊，又係變咗推啊，冇得抽啊，記住 side step 之後抽起去射個波，好嚟完成埋佢 ，go 跑，用住力跑埋去，準備壓實啦，壓實拉，唔得呢個直情係跳後嘅，食由頭到尾都。記住我睇唔到你有轉身嘅感覺啊！記住你要轉去後面過我嘅感覺，哦、要過我嘅係轉身過我係 side step 係啦，再 side step 再嚟啊 ，go 轉轉係啦，唔得啦冇 side step， 但係有 OK 再嚟多球，睇住衝埋去轉，你係過我噶嘛要？你要過我嘅動作啊嘛，你冇啊，就咁你就咁轉身飛啊威啊，啱啱你呢個動作係咁嘅。你啱啱係咁嘅，咁樣因為你冇過我嘛。記住，你假設你 mark 緊我啊嘛，係咪？我哋衝，我哋真係過你嘅，然後先 side step， 明唔明白？你係有個過你嘅動作先。如果你真係 mark 住我嘅話，我真係會過你噶嘛，清唔清楚啊？係咪？咁你真係會過你嘅時候，波，我哋咪就係咁咯，轉 ，side step， 明唔明白？再嚟壓實，轉身過去，係啦 ，good ball，good ball， 有個人嗰個動作唔係淨係向外飛嘅，明唔明白？嗱，呢個動作你會比較適合而家我哋一啲比較多功能嘅球員嘅，例如小前鋒、大前鋒，但係會射到波嘅球員。而且咧，我哋現代咧都係喺呢啲位置進攻嘅，好唔 OK？ 好，今日完。